我闪烁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的两颗心，才接近命中注定。恰巧我们离的是你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真心话，你为什么要去老伙计？又能做咖啡又能调酒，而且那上班轻松啊。不真诚。不真诚。够真诚吧，再来。又是你。嗯，你现在有喜欢的异性吗？我有很多喜欢的男明星，几乎月更。我说的不是崇拜对象。故事的开始总是行，最后一把。每个甜蜜滋味反复的回味，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我能做你男朋友吗？别开这种玩笑。你却向后退，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每次我可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有句话我在心里藏了很多年了，我的腰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我接个电话。喂，你的保镖男神，我给你找到了。怎么可能？连我都不知道他姓啥名谁，你怎么可能找到？小学的时候没学过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给你看他穿的保镖制服，要是对，你临点前赶去当年的山庄，去见一面吧。收了沈阳吗？金勋，对不起，你的项链我不能收。默契的完美，不是，我们除了是死党，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拒绝我，是因为陆在阳吗？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对你。我对你从来没有产生过男女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我不能错把感动当成心动。
还有事情要去处理，对不起。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除了是死党，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早知道他对我的好是因为这样，我应该早点发现，早点说明白，也不至于。爸，大哥，第一次来福月阁，我们合张影留作纪念。我要站中间。大哥，离我近点。哥，爸说要给你当婚房，我也要住。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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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要跟着你。想起什么来了吗？休息一会儿再走吧。交替，美不到心有
喂，不然，姚蜜，我现在心里很乱，想来想去也只能打给你。别着急，慢慢说。是陆总，他帮我找到了我曾经暗恋过的保镖哥哥。是我之前跟陆总炫耀过一嘴，我说我上大学之前受到过一位保镖哥哥的帮助，觉得他特别帅，没想到陆总居然神奇的帮我找到了。老板，你怎么还留着这件过时的保镖制服啊？我穿着这身衣服跟爸爸走南闯北去过那么多地方，有回忆的。喂，姚蜜，我在呢。你去见你的保镖哥哥了吗？我现在跟保镖哥哥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我突然怂了，有点害怕见面。我猜你之所以会怂，是因为你不确定你现在喜欢的到底是不是他，还是你依然停留在少女时的崇拜。要确定是不是喜欢，你就得问问自己，在你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时时刻刻想的那个人是他吗？如果不是，我建议你最好别见，免得给别人发出错误的信号，还会徒增你的烦恼。感谢陆总帮我准备的惊喜，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直面当年的少女情愫，放在心里就好了。也麻烦陆总帮我跟保镖哥哥说声抱歉。闪烁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说什么保镖哥哥最帅，胆小鬼，见一面的勇气都没有。如果我再遇到他，说不定只会打个招呼，说不定我会倒追他，但是只有见了面才知道。要确定是不是喜欢，我时时刻刻会想到的人。你帮你传达。你在的地方是快乐，告诉我要到哪里去，想量到奔波。我已经习惯你当我邻居了，以后你车胎坏了，我可以顺道载你。你要是心疼房租可以先欠你，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喝酒了。还有，你要是腿抽筋可以随时找我，晚上可以来这儿吃面。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怎么办啊？万一他知道我是一家的人。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我们牵手的地方沉重。哦哦哦哦，干嘛一看到我就躲啊？我白费了你的好意，没脸见你。我给你煲了粥。平时看你勇得很，一到关键时刻跑得比兔子还快，你突然改变主意，难不成是发现自己喜欢的另有其人？
女人翻脸比翻船还快，你不知道吗？再说了，理由我都告诉你了，还问？阿奇，你怎么也着凉了？鼻炎而已。你身体这么差，怎么适应设计部的工作强度？粥你拿回去自己喝。家里还有呢。在不凡之地上给不染投票最积极的他的好友秦寻，你调查出什么没有？秦寻从小生活在不染留学的国家，不染研究生肄业回国以后他就跟着一起回来了。这个人有点奇怪，他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父亲这边的信息是空白，母亲病逝之后给他留了许多套房子，条件还算不错。他现在在老伙计 pub 打工，非常受女性欢迎，可是真正跟他有来往的异性只有不染。看来他是喜欢上不染了。还有上次帮助陆残阳让泰勒名声扫地的人也是他。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陆岑阳很关照不染，秦寻为了不染能够和他的准情敌联手是个轻重。不染这人异性缘随他妈很不错，有秦寻在不染身边当护花使者，或许还能激发陆岑阳的胜负欲，不染这颗死棋阴差阳错的又走活了。喂，我还以为你没胆接呢。你都有胆打，我怎么没胆接啊？昨天晚上，不好意思，我那个荷尔蒙有点没控制住。多大点事儿啊！但你能把我当女人看，我还挺吃惊的。不过别有下次了，小心脏受不了。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有魅力了？可别这么说，真怕了你。你不能不地道啊！自从你赢了陈曼妮之后，粉丝遍天下。我作为你的粉头，我夸你两句怎么了？这个嘛，可以有。我先上班了啊！啊切！你感冒了？你感冒了？没事。李师傅，这个呀，叫薄荷，能清新空气，还能醒脑。阿奇，哟，这是感冒了？嗯。我在露台上摆弄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经常吹风，所以呢这个感冒药啊我也是常备着。哎，赶紧把药吃了。谢谢李师傅，下次我请您吃我亲手烤的面包。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出去了。嗯，哎，你可别忘了把这药吃了。嗯。人缘不错啊，看李师傅给你摆的大薄荷，好香啊！我的好人缘都是托大家的福。我去接热水吃药了，快去吧。组长，李师傅经常感冒吗？我看每次李师傅身体都特好，那他怎么做你的事？No.
你呀，20岁的时候忙事业，没工夫谈恋爱，怎么到了30岁了，反倒扭扭捏捏不敢行动了？送个药还得我帮你啊？哼，这不是在公司吗？哎呀，行了，喜欢人家就甭扭扭捏捏的啊。我是怕被易敏德揪住小辫子。嘴硬。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人家又没跟着姓易，就连上一辈的恩怨也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个性直率真诚，又向着公司，没得挑。李叔，你天天在天台修花，怎么像是有千里眼顺风耳一样？哎呀，我跟着你爸爸那么多年，我知道他这一跳不完全是因为绝望，而是要带走会压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压力。他希望你和思琪未来都能幸福。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你不可能守着思琪过日子，难得遇上一个和你眼缘的，管他是谁，只要善良，你要好好把握住啊。我哎呀，李师傅，你给不染送的薄荷实在是太香了，我也想要一盆。好，那你稍等，我去给你挑一盆香味好的。有劳了。刚才我路过不染工位，他跟你一样，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的，你俩的症状一模一样。他是感冒，我是鼻炎，那个症状相似，但不一样。鼻炎也是着凉了才会犯。你昨晚为了等他，没少吹风吧？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不然紧张兮兮的给我打电话，问我该不该去见他的保镖男神。我看他平时关系跟秦寻不错，劝他如果心里喜欢别人，那还是别见了。你，老板，喜欢上不染了？姚蜜，这盆香味不错，我给你拿下去吧。好。今天早晨我看见陆总让李师傅送的药，他未免也太关心你了吧。你们两个不会是在地下情吧？ Carrie 姐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药而已，就算是陆总给的，那也只是老板对员工的关心，跟你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不过你要是陆总心尖上的人呢，我倒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毕竟啊，不是谁都能替他以身喝酒的。你记得这件事情最好，对陆总虎视眈眈的人是你吧？与其老盯着我，不如你也当着陆总的面感冒呗，万一他心疼你，给你煲参汤呢。跟不染聊什么呢？姚蜜，你知道吗？不染和陆总同时感冒了，怎么会这么巧？肯定有情况。这有什么？碰巧了呗。我猜啊，陆总是挖了秦寻的墙角，
昨天呢，不染生日，我亲眼看见他答应秦寻下班要去他家，可是呢，下班后我又看见陆总眼巴巴的去追他，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两个男人都在为追他发力呢。本来我认为秦寻是稳赢了，现在看是陆总逆袭了。你这剧情脑补的，不去当编剧可惜了。依我看呀，以凯瑞的魅力，要是输给不然，才是公司最大的八卦呢。姚乐飞是陆总追求者们的第一拦路虎，竟对不染和陆总的绯闻反应这么平淡，越平淡越是掩饰。我得跟华董报告点进展了，男人抢不到，财路不能丢。凯瑞，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不然要是能成为陆存阳的女朋友，那就更方便找到陆思琪了，反而对我更有用。你要在他们两人身边多多的助攻，你要的钱我不会少你的。吃吃吃，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怎么了？你下去。我刚听见马仔交代他的眼线，好好助攻不染和陆岑阳的关系。不染要是对马还有用，吃亏的是我们一家。就算玉石俱焚，我们也得把不染的身份跟陆岑阳挑明了。陆岑阳要是知道不染是一家人，我看他还喜欢个屁。这可以啊。不过让妈知道了，怕什么？这样还不够，陈曼妮在管儿子要分手费，我本来是不想给的，现在看来利用陈曼妮输给不染的不服气，来个双管齐下更保险。够，实在是够。先走了。嗯，走了，拜拜。早点下班，人不舒服就早点走吧，多休息，好彻底了才能把工作效率提起来。谢谢组长，那我先下班了。嗯。不然。微微有点烫，你这样就别骑车回家了，打车回吧。回去再泡个澡，发个汗。谢谢，我回家试试。明天见。明天见。不然，我们就走了。拜拜。陆总，不凡之地的反响很好，有媒体想约您的时间踩一下。您是如何推广中式空间美学和挖掘不染这样的设计师的？推广中式空间美学是整个品上设计部努力的方向。这样，你跟市场部商议一下，做一次全体设计师的集体专访，让大家各抒己见，有各种声音，可讨论的点才更多。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哎，陆总。陆总，你在哪儿？啊，我感冒犯困，刚打车回家。难怪我看到你的车在车库还没有走。有事吗？没事儿，我就问问你走没走，没走的话一起走。我已经在车上了。哦，那你回去睡一觉吧，睡醒了跟我说，我给你煮碗面。干嘛大晚上让他上山啊？阿嚏！看你急匆匆的跑出公司，还以为出了什么状况，
原来是为了不然。早上问你是不是喜欢他，看来有答案了。对你我不想隐瞒什么，我对不然的感觉很特别，我喜欢他。老板，我是您的秘书，不该干涉您喜欢谁，但是我的职责必须提醒您，公司那群心气很高的设计师当初来这里是因为不满意易华对行业设的藩篱，才会选择品上来追随您。如果有一天不然的身份被揭穿，让同事们知道了你喜欢易家人，那会极大的影响士气。老板，我相信你不是恋爱脑，能分得清轻重。走。去哪儿？回公司，我会公私分明的。把我们家的地址后爸妈发到网上，他们喜欢安静。张小姐，不要拍了，我看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演技太过。好了好了，不拍了。真把自己当红人了，就你也配？学姐，这些人是你找来的？我可没这么闲，我只是看到网上有人组织来你家打卡，我想看看你什么身世背景，居然有左右比赛结果的能力。结果可真是令人意外啊，你竟然是易子鹤的堂姐，我代表易华出战竟然被易家人打败，易家少爷玩弄感情不想负责任，联合堂姐做局赢我，大家快多拍点视频发到网上让大家看一下，易家和对手联手做局捧出来的人吧。你说的易家跟我没有关系，拜托大家不要再录了，不要再录了，不要再录了啊！别拍了，好不好？别拍了，清楚啊！都别拍了，别拍了！谁让你拍的？给我删了！收起来，收起来！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说了，别拍了！什么不然？易然啊！像你这种沽名钓誉的，根本不配拥有粉丝。别拍了！你最应该跟那些追捧你的人写道歉信。我都说了，我不是一家的人。你别拍了！钱易华总裁易敏德还站在这儿呢，难道你连自己的亲爹都要赖？我们可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还算彼此认识。陈曼妮，我女儿说的没错，她跟易家没有关系，因为我早就被扫地出门了。你输给了小冉，不服气，以后大可以用你的作品来说话吧。你们的路还很长啊！大家不要拍了，大家可都多拍点吧。这就是易家人的嘴脸，被人拆穿，还想撇清关系，金蝉脱壳。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妈。好了，妈，别拍了。妈，你怎么了？别拍了，妈。妈，吴云，站一下，让开，让开。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别拍了，拍了，让开，让开。宝贝，干得漂亮。你的分手费。
千寻。啊，谢谢叔叔。应该谢谢你帮助小冉。没事儿，这都是我这个粉头应该做的。妈，你没事吧？小冉，我没事，现在好多了。今天这事绝不是偶然，一定有人在背后设计。没错，那帮假粉丝一看就是有人找来的，再引来陈曼妮来激化矛盾，不然究竟是不是一家人，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幕后的人就是想把你的真实身份捅出来。我来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陆总门上用油漆写字，挑明我是一家人。我来的太着急，还没来得及擦，他们会不会想告诉陆总我的身份啊？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间点，陆存阳应该还在公司，我们赶紧回去处理。来得及吗？好歹也要堵一下。可是，小冉，你妈有我照顾，你现在赶紧跟秦勋回去，兴许还来得及。去吧，叔叔阿姨，那我们先走了。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哦。在哪？刚才路过看了一个大热闹，特意过来问候你们一。记忆